考了发球局。好，好球。嗯。灵动啊。嗯。截然不同。嗯，我环绕这半台先要对抗起来。嗯，这个落点中间连这要更加的积极主动一些。嗯，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垫的这个直线，嗯，主动给一个变化，一个机会，你的发球。哇，这角度真大，8-6，节奏变化，这个也是比上一个球要质量要高。哇，哇，这个一慢就给莎莎。这个中间长曼玉是明显是等着，哇，漂亮，这两个接发就是接的，他得犹豫，对，想到了就果断的去大胆的去出手，证明这个内心还是很坚决。哇，漂亮，最后还得靠正直接吃发球，这球发的聪明，故意往长了发了，这个球半出台有点。第二局比赛开始，哇，这个不管是节奏的这个，漂亮漂亮，两个人都，太熟悉。哇，这一拍直好球，哦，嗯，漂亮，嗯，转正是坚决的，嗯，而且执行的也是比较坚决的。哦，咱基本尽可能的要去强强对抗一些，要不然现在相持阶段显得莎莎要比曼玉要主动，打到相持阶段要再争取主动一些，强势一些。你看，这就旋转出来这节奏啊！莎莎这种变化呀，还是更多或者寻求正手进攻的。哦，这个其实是一个机会。这个球，曼玉是把比分给反超了。
哦，发球抢攻，几分他算计的也是非常准的。巴比什罗后那两个接发球，嗯，嗯，你看这几分完全是算住，七比七之后这四分啊，对，开始。哇，这个曼玉更多的是扛，嗯，对，四比二，哇，漂亮，自己希望或者预期的那样，所以他前三板打得更攻击性更强了一些。明年哇漂亮，你看给莎莎发球其实也带来了一些压力，特别大的压力，导致他可能在这个球有准备了，一比六，哇哇！他反手这个旋转质量撕出来了，莎莎也是一直想寻求跟控制住，好球，正手确实是对。不过这是机会，嗯。玉还手握一分的领先优势，漂亮，考验莎莎的发球了，哎呀还是转，对，嗯，而且我觉得莎莎先发球，哦，对对，所以莎莎肯定要加强一下自己正手的强攻啊，哇，真能扛！球曼玉的，连续的这个。嗯，还是撞，一直在那儿 对，就是对，他根本拔不出手来。你看这几个球全都是旋转。嗯，不，漂亮，嗯，执行也挺坚决，哇，真坚，五比十。所以说还是得六比五啊，嗯，啊没有七比五，哦，有点，
嗯，哦哟，哇，漂亮，这就是打的聪明啊！是。哇，这球又是带一点。哇，感觉慢。嗯，漂亮。嗯，哇，漂亮，正确，这是。而且其实这球搓的并不是太好、啊，对，有点。拉开到了两分，这球有准备，满玉明。就大的考验了。哇，感觉曼玉真的是对打不动，九比四，这是发的，漂亮，嗯，那这样的话。11-5，我们于是苦战三局，以大比分3-2战胜了孙颖莎，获得了本届亚锦赛的女单冠军。